我无做唔到，我想准备回心了。真正毋捌看过朱世灿像伊这样关小三，我今日起码就是拍算，甲我家庭毁掉心，其他计先计大，真碍眼啊！美国，紧去告啊！毁掉我问心无愧。诶，淑玲，淑玲啊！这个囡仔是安怎？我毋是刻意要让你食，计你家囡仔处理掉，结果你无接到我。 你敢真正要甲人好意这个囡仔，留来欺骗燕君？哎呦，妈，燕平的手机啊，讯号断去啊啦！我都唔知哦，后边敢阁有搁较劲爆的。妈，啊，今嘛，咱是要安怎才好？